米价格上涨了一倍，使得尼加拉瓜贫穷人家的餐桌上最常见的主食玉米饼也逐渐消失了。根据统计，美国慈善捐款在连续两年暴跌之后，去年反弹至2908.9亿美元，比2009年成长了3.8%。玛丽莲梦露在电影《七年之痒》中穿着的这套洋装，在纽约地铁通风口被一阵风掀裙，露出美腿，赶紧压住裙摆。这是梦露最知名的镜头之一。这套洋装因此留名影史，被影迷称为是地铁装。18号在洛杉矶一场拍卖会中，以460万美元的天价拍出。在世界某个角落，很可能是在亚洲，有位女性正怀着全世界第71个宝宝。联合国人口司预测，这名具历史意义的宝宝预定于10月31号呱呱落地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。